Marcus Campbell to break.没有打进，哎，看中带，啊，中带漏球了。丁俊晖本来想好打不进嘛，反正那问题不大，下边的球也不漏。对，没想到被打的这个球还是漏。不过这个球局呢，以 Marcus Campbell 来讲，要打完也不容易，有难度。嗯。一杆力道就出错了啊！六分可能是有的，但是他的第一目标是五分，没有能够打好。Second place, Marcus. 不过坎贝尔能够进到十六，说明他表现还是可以。7, thank you. Thanks. 8. Fifteen， 这个拉杆的力量还是小了一点。嗯，还好就是中带还是有。Sixteen。虽然球是进了，但是走位还是离开那个目标球太远了，很难再控制回来。这球是正好有。
点一下 Marcus Campbell 漏球了 23, 就是因为走位太不进洞了，粗啊，因为轻轻打，刚才如果这个球走得近的话，这个球可以直接要黑球，但是远呢，这个力道控制呢就比较困难。其实打斯诺克各种这个走位啊，好用杆好，基本打到这个程度都懂，大家都懂的。关键还是那个天赋，他的领域，还有就是天然的控制力。有些东西光靠控制也不行，它自然的能够达到这种感觉。力道到底大多少为大，小多少为小，这是一个很难去用语言或者训练去界定的事情。要凭你的感觉嘞。嗯，力量小了一点。Eight. 没能够推出来，他的主球推得不够滑。只能跑球。丁俊晖 ,Eight. 他跑球的这个位置啊，会给对方制造比较大的麻烦。对方即便是回得去，也得把球堆打开。顶到两分，对 Marcus Campbell 来说，他很明确知道对于丁俊晖来讲，什么样的球是安全球，什么样的球是不太安全。好，换了一颗，直接攻了。一个是靠角度出来，一个是靠发力出来。发力三分稍微大了一点，三分还有。Five. 实际上。